欣姐姐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。五一劳动节啊，因为是劳动的节日，为什么大家放假？因为要犒赏一下劳动的人，让他们休息。可是劳动节就是劳动的节日啊，为什么是大家放假？白色，你知道喝咖啡不小心染到，你就可以跟人家讲不是，是 one of the best， 对，就是染出来的。不记得以前。那是乌克丽丽的话呢，它是音是这样子。时代达人每逢星期天下午1点钟，想要重温，请上到 www.tonton.com 的。